你就去写信好好问吧。没讲这个谁，我用这个方式讲别人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觉得 OK 啊，他觉得说、OK、有问题就是问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我后来他们要不要？你可以问他们要不要答，他怎么答那是他的问题。那这个我就纠正一下我的语气，我就说机会发什么，我打个问号。对啊，对，因为这个事我也不敢那个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啊啊、因为这种事情可能别国家没有，不代表这个个体没有。可是，所以我说，哎，这个我没办法解释，所以我刚纠正一下，但是我还是。我干嘛干嘛？啊，对啊，那我后来就是想，我说，哎，他们是已经走了。打预防针。啊，一直说你有在照顾，对啦，你这里就是有照顾，而且每次走，最后走都是他给他承接安乐死，我不反对。对啊。哎，我不反对。对呀、啊，他说你干嘛抓我？哎，我昨天后来在看那个文章，我突然跑一个想法，我觉得是不是心里。我其实也是有说，那不会好，那没必要、啊。是，而且那个就是品质是非常好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他痛苦，我自己也是。他痛苦也会讲。我在这边保留着那些。好奇怪哈，那林雪，就告诉他们都有看到。没有，现在你会的体型都已经比较长。对，都已经也是雪蜜姐，好像就是我觉得是。那个哎，对，不一样，对。拖那么久，昨天看到你都是好的，长高一点。对啊，说他个性跟他妈。因为他长很多哎，他很大只，很大只，嗯。我希望他毛赶快恢复一点。嗯。现在有好一点，看到有。他算是改制过，这件事情这就有建功了，他愿意去。至少他这个补充。就是说有吃那个矿物质维生素吧，嗯，好，然后他妈只会，因为如果不是他弄的，你问他，其实也是，他当时也是保育员啊，他还要这段时间不会，重要是说要帮助他一块厘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哦，是白菜，嗯，是白菜啃。然后有个长头发。哎，对。昨天那个，哎，对。皮有那么好吃？哦不，只要叶子涩涩苦苦都吃了。哎，对。就是说那个皮还有一点味道。嗯。无聊。有啊，要明显，其他的要放上电脑才看得出来。这个季节的。嗯。白的世界上白肉比较不喜欢的白。对。其他保育员也不认识。认识的都是小动物。